时代中天跨界演出。一张张皮薄均匀的水饺皮，每一片都是经过师傅的巧手擀制出的新鲜面皮，再加入扎实的馅料，饱满又美味的水饺。小小一间店，光是一天的销量就超过600多粒。我们绝对不用绞肉，是我每天早上去 market 里面去买上等的后腿肉，然后我们用最好的那个调配料，麻油之类的，我们每天早上现擀现做现卖。就是我们的东西一定要新鲜，东西成本是高，但是东西一定要好吃。水饺的口味有白菜、猪肉和韭菜虾两种，因为老板要求每一颗卖出去的水饺都要让顾客满意，要的不再多，而且是当天完全手工包制，所以订购较多的顾客可得提前电话预约。很多很多的客人都跟我们预定，如果大家预定的多，希望能够早点打电话来跟我们预定，我们好做准备。因为每天我们店里的销路，水饺的销路太大了。另外，酸辣汤也是店内的招牌，老板夸下海口，汤的味道绝对是洛杉矶少有的独特口感。洛杉矶这边每一家都有酸辣汤，但是你们会来吃吃我们酸辣汤，绝对绝对的不一样。我可以品质保证，我们店里不用任何绝对不用一点点的味精都不会用，因为对客人的健康我们要负责。我们做吃的东西，我们卖出去东西，客人吃的好吃还要健康。此外，卤猪脚也是卤得相当弹 Q 入味，牛肉面也是老板每天精心挑选，半筋半肉3小时熬煮，餐点过后再搭配喝上一杯酸甜的洛神花茶，最叫人大呼过瘾。我们店里面的牛肉面是我们自己在 market 里面自己挑最好的牛肉牛腱子，自己红烧了3个多小时，然后拿牛骨头慢慢的炖出高汤来，炖的牛肉面，每天早上就来这边做，每天的销路每天做。我们的猪脚是红烧猪脚，就是也是我自己本人在这边盯着自己做。洛神花喝了对养颜皮肤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女孩子都蛮喜欢喝的。我们的洛神花是绝对卫生的，不是去买的饮料。在洛杉矶华人区的老牌水饺店来来饺子馆已经在当地开了30多年，在老板坚持当天新鲜制作，以顾客吃的健康美味为最高原则下，也替自己创下优良的好口碑。中网电视采访报道。